เดี๋ยวให้พี่เดี๋ยวWhat?
time. Good.你要去发展业务啊。
没有来过这里，来过。我以前在济南，我在济南读书。是济南的？我不是济南的，我是浙江的。啊，我在济南读书，我读南中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在新加坡读的。啊。那你是在新加坡做工？我在新加坡做工的。做了过后我五六年前我就回来了。我现在没事啊。啊，这玩意儿。几个是你教学生？他是哪孩子？他之前教那个总教练。哦，总教练是谁？蔡教练，他比较少，因为他是二十家多做的，所以他就是我真的是两家两次的做，很组织，准时到组织没？哦，是啊，很难遇到他。好像没来个很辛苦哦，要不然怎么来个？不太排少他讲，因为他的那个他排着班啊，早上走几点啊？就他五点半就开始了。我不知道很清楚啊，五点半他就加到他下午两点他就回来啊。所以他七点他就回家，啊，不睡。好辛苦啊，加班。加多少钱都不好，好不好？我不管你是做保安的啊，就是还有换路线跟他聊天。他一直他时常会走相同路线啊，因为他要去打这个时间，他会时常跟着。现在买北京来回太快了。哦，他有时候他可能是摔到啊，反正是来不及了，还是在公司。不过你跟我去的那次是几下啊？啊，也是说也是几下。如果是两三点，下午点都还好。如果是说你们是长线长中的，啊，我啊，行，关掉了。